大家好，我是皮克，您台湾业余桌球赛事的好朋友。本场赛事为2022年乒乓年终大赛，由我们乙组战神张俊霖迎战我们的青少年国手蔡佑真，而担任本赛事的裁判则是我们最后大魔王林彦君。好的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
好的，时间咻一下过去了，又要跟你说再会了。如果看的有喜欢，按赞订阅加喜欢。我是皮皮克，您台湾业余桌球赛事的好朋友，咱们下期见。